好，那请大家再次掌声欢迎我们台南湾西二上总的团员们上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次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指挥张丽老师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不晓得怎么讲哦，我讲不出来。是我们在东海那段时间早期啊，真的是非常 lucky， 非常 lucky， 很幸福。学校对我们，尤其声乐团对我们的看重重视，你们不能想象的。我练学唱歌、学弹钢琴都是免费的，现在很少学校这样子哈，所以真的是我的师母、吴太太，然后郑来老师对我们的关爱，就像一次四年，就像自己的家一样，很温暖哈。清慧说我在他家唱歌的时候，他都在旁边听，他那个还小，很小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。我们团里面呢，东海的举手，少不少哈？他们都很年轻啊，很年轻。我很老，我很老。好，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来听我们的。这个不是演唱会了，这是一个追思哈。因为吴太太的 soprano。我记得我在学唱歌的时候，他的 soprano 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啦。尤其唱圣乐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唱歌，很多都会唱歌，但是唱圣乐的声音非常不一样。他那个收敛 pure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说 crystal clear 那种非常轻哈，然后高的时候非常收敛。我说话大概几十年来还没有听到那么好的 sacred music 的那个 singer soprano singer， 所以那个时候郑老师郑德安老师他说要学好，那个时候太懒了，没有很认真，但是很给我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现在在训练我们的 soprano 的话，就是往这方面，就是很轻，没有很多 vibration， 你知道吗？Vibrato， 你知道吗？震动不会，非常漂亮啊！我们今天这几位 solo 都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次是很赶，因为我11月20号才从美国回来，因为我9月在那边有两场演唱会回来。那平常是我们的那个总干事，他是兼指挥、兼伴奏、兼什么都兼，文武双才，那个是真是东海的一个好人才。他带了一年，然后我一个月里面就是要把他收起来哈，所以蛮辛苦的，要把他收得很漂亮、很 musical， 然后 diction 的要求，我在吴太太那边，在郑丹老师那边学到非常好的 diction 的。Training， 知道吗 ？Diction， 咬字，哦，这是很难得、很难得的，不是很多那个老师会教这方面，但是我们非常的严格。我每一次演唱会的时候，前面要坐一排老师在听我们的 Diction， 然后再改我们，所以非常感谢啊。那因为他们一直知道我在指挥，他们不相信我会指挥，因为我以前不太认真。他们知道我在指挥。就一直鼓励，就说这是兄弟刚，这是施工，这是服侍，所以我都在跟团员，每一次我强调都是说，我们不是在 performance， 我们不是在表演，我们是在敬拜，要用这种心情，你就可以呈现出很好的音乐出来。好，再次谢谢大家，我们最后唱一首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。声乐团以前都是唱中文的，啊，因为我们在美国，啊，都是唱英文。啊，你们听听看他们唱的标不标准哈，啊？我们唱英文，好，祝用这首歌祝福大家。